管不都已经在里边了吗？可以挪出来。嗯，不是很费事的话，一挪就是每一部分抽出来。客户是说什么呢？啊，他装上之后，他们装上之后，这个头抽出来了，就是总往前推，卡不到里边去。不拼接吧。这个螺杆是不是就是现在要用的？啊，对。哦，再挪一下吧，然后看看那个叫什么减速机和这个螺杆螺筒之间有什么东西连着。就是这个。那个是动不了的吧？这个应该是动了。有没有垫片？就这个吗？哦，这个是不是得放里边？哦，对，放到这儿。哦，嗯，开始了。调间隙空调，就拿出来。不用拿出来，不用拿出来，你这个你就已经装进去了，是不是？啊，对。装进去了就不用拿出来了，就是这样，已经装好了，这个是吧？就是把它推进去。不用拿出来，再拿出来你多费事啊。费事不费事？你不是要拍视频吗？啊，那你就拿出来吧。我觉得你都装进去了，你再让你拿出来。啊，从这就可以了，不用再往外抽了。嗯。We start from here. Push. 这个就直接卡在上面就行了。啊，这个直接卡上。这样吧，都一样的，这个。嗯。This screw extruder is conical 92-188. 它这个地方，你跟他说装的时候，它这有个洗的一块。哦。这个洗一块吧，那上面也带着一块，这个，哦，然后两个吧必须得垫在一起。啊，这个是个平的是吧？啊，对，那上面也有一个平的。哦，等会儿我拍一下。This strip is lower than the others. You need to put this strip match with inside this gearbox. 在哪？看着它装的时候，你看，它这个吧，和这些它不一样。哦、match with this one. This is flat and lower than the others. If you check, you will find this strip should match with this one, with right point. And the thickness is different. You see, the thickness is different.
么呢？哎，对，吊车吗？哦哦。We use crane。解决了，那我放上那个。它有没有位置？说到哪儿到哪儿？这个地方，这个东西，基本就到前头这个地方。哪里？到这个地方。到了啊。哪个？它这个有个斜面吗？斜面这个。到这个地方就进不来了。到哪个位置？基本上就到这个斜面，这不就这里一块斜面吗？就到这个地方。哪个到这个地方？就这个套嘛。把它推进去。把它推进去。Now we will push this screw barrel inside this gearbox to this position.This position.哎，等会儿，我看从哪儿调，从哪儿？怎么的？转。然后它就卡上了，是吧？它就进了，看了吗？转。我看不明白呀。这不对好这个条吗？它这个上面这个条，对好了以后推进来就行。我看。基本上就到这个位置就停下了。那前面就不用管了？前面就不用管。那不空着了吗？前面。这里啊。那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那不就空着了吗？它这一块长的嘛，这一块很长，到这个地方，它这一个套连接这个轴跟这个轴。那它万一这个套滑到这边来怎么办？它有个这个嘛，有个这，有个锁。你要把它磨一过来一会儿。对。等会儿我给你拆开。This position. This black sleeve. Connect with screw barrel to this position, then there is a locker inside. A locker. This one is a locker. Move this locker to here.
this is locker. This is locker. Fix this sleeve to this position.好了，继续啊。手里这个东西你可以自己做吗？这个它可以自己做啊，它自己做吧，就是是固定作用是吧？对，把它拧着两个，把它拧住了。嗯。This fixing, wait.什么位置？水平位置吗？这没有什么，只要把它顶住，它两个螺杆不活动。哦哦，这个知道。This fixing tool, fix this screw barrel in this position, not move.0.15
0.025. 好了。这个怎么就是怎么这个它就是这两边的缝隙必须一样，这边跟这边，就是这两个之间的缝隙啊，对啊，这边 the space between this space has to be same。 那不一样怎么办？不一样就是车后面那个上面的垫子嘛，差多少车多少。哦哦，就那个是吧？啊，对，刚才我上了个电了。哦哦。The space between this screw has to be same。不管没有标准是多少，但是只要一样就行了。对。好。No matter how much is it, just keep the same is okay。它这个边吧，它每个都不一样，挑那个最小数。啥意思？就是它这个槽吧，这不这一个跟这个，它不一定都一样，你就挑那个最小数。然后呢？然后挑那个最小数来算，来计算。啊，继续。啊，那它这边比方是0.8的话，这边0.7，你就挑那个0.7来计算。If this space is 0.8。And this one is 0.7. We need to calculate as the smallest one. 好，继续。怎么看？怎么算？关键是。你到时候插完了以后，你算算这个一共有多厚？Calculate by this ruler. 它两边肯定不一样，不一样就拿出那个垫子来，车垫子。调垫子吧，不是撤吧，你得把垫子修一块，因为车床修一块。那下一次再装再不一样呢？不可能。那我们的设备已经发过去了，就不需要再撤了吧？对。那么对于用过的设备怎么弄？直接装上之后把它调一样就行了是吧？对。
这是干啥呀？蒜。蒜多厚？哎，那个对于用过的设备，就是我们已经调好了的，你就比划一下，明白我的道理，不用算，因为我们自己算，它肯定不需要这一步了，你就比划，就是假如这两个哎一样，然后就可以了，就进去就怎么着？一样的话，那就这样就行了。啊，就可以把它封上。啊，对。啊，就是这些地方调的一样，不一样的话，如果它是间隙不一样的话，怎么调？调那个黑的那个是吧？不是，刚才我不是拿着就这个吗？我知道，那么他咱给他的已经调好了不是？调好了就不用调了。啊，调好了，安上就一样。啊，安上的也。安上的能用。不用这个东西。啊，没有没有。